你可以去，嗯，我想买一台肌肉车啊。你可以跟那个车上老板，嗯，我那台车好烂哦，它原本没那么烂的，因为一夕之间好像零件被改过那你了。该卖掉不是了。我你买多讲少真钱啊？的，哎，我那时候其实买是3万多，后来它涨价了，好像变6万多。那你卖掉之后变多少？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变你去试看看6万多。啦，你试看看啦，啊？去试一下啊。哟，马丁哥很会修呢。大姐打给我了。喂，大姐，排毒时间。没有啦，问大姐在干嘛？我刚刚打给你，怎么没有接啊？哎，估计过来，估计过来。我跟找马丁到。啊，我们在 relay。对呀，不确定，也不确定今天有没有，只是随时待命，万一晚一点有的话。OK，那我们再 relay。OK。Hi, Iris, Hi, 猫。我的车子也被拖掉了，你干嘛？上没事车啊，上车上，因为车子坏掉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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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在哪？我们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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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接你。啊，行。行。哎，马丁哥，大姐醒了。我有一个想法，这样抢超商啊、哎，这也不是不行。那、啊、如果要手机任务的话，我可能等你一想下去下睡午觉？有点想落赛，我可以去睡一下觉。那去睡觉？为什么？啊，肚子不痛啊，回家落个赛啊，总有机会见面的啊，马丁哥。好啊。完了，为啥？我可能要死了。你干梦嘛？啦，为什么？你开一下我。你怎么了，马丁啊？你流血啊？在流血。全力喂，抢打！怎样？大姐，我大姐要麻烦你照顾啦。我等一下。觉得我刚刚吃的东西太油了，等下会落啊，腮。啊，你吃啥？我中午吃那个什么嗯哼，烧鸭哦。活该落腮。甜甜圈。哎妈，醒了！
干，现在每个人开的车都很屌、欸，哎妈，每个都是跑车。夏军咋了？喂，弟弟怎么了？你一个人吗？我一个人吗？我还不确定呢。好，那你晚点如果一个人还怎么样的再联络。OK，OK、okay, okay.。拜拜。拜拜。这只水。其他这个周都干了啥？这周没干嘛了，主要因为伺服器一直还，然后我花蛮多时间在工作的。晚点，如果等一下下午结束的话，应该会抓时间做下工作。亚历山小，什么东西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小。我载一下你们啊。艾玛应该对不对？第一该有两个人，两个什么的。你看，现在连走私都跑不掉了，确实。现在轮胎都不会掉，好爽。哦，现在全镇的轮胎都很保护的。你们的仓库，我会把 T 放在那边，你拿一下。什么意思？昨天我拿一把我的 TT 在你们仓库。拿去拿，反正。对，我们你有大哥大吗？还是都没有？没有，我也没有。那 GPS 有跳了吗？还是没有？没有大哥大。如果跳的话，打电话给我可以吗？好，谢谢。哎、啊，你找到人了吗？还没有。那我介绍一个给你，要不要？他叫古驰宝迪。谁？他把我介绍给谁？啊、好了，没事啊。如果等一下，可能这有多的话，我自己退掉去帮忙。啊，他不要。啊，拜拜。不是，电话那一头的人不要你呀、啊。我怎么有点难过啊？马丁哥，我等一下要去小睡一下，受不了了。我有预感，今天佣兵啊，感觉很猛啊。真的假的？为什么？啊，这个很久没有那个佣兵的任务嘛，我还要当佣兵啊。养精蓄锐嘛，对不对？哎、欸，我这车很猛的点就是它这种怪怪的。不行，你要干嘛？不然你那什么招？你要用那个招给我看吗？哇，你这个飞得过去吗，马丁哥？不是这招，但我想试试看。这个过去很屌啊！我好像开错地方，是这里。看一下地图。我再过去。不知道三个人可不可以成功？因为你们好重，
本来这种东西就要人多一点测试比较好。小迷路，小迷路，等我一下。好，想起来了。这可以玩，这已经过时了。这感觉应该很多人会想得到。过时了吗，亚历山大？过时了吗？但是我觉得警车，你这样飞这么轻松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啊。我拼的是他可能以为我要直直飞，我侧飞。嗯，我在这我不确定耶，还没银针，银针出其不意的飞。你要上去是吗？哇操，这个飞我还没找到感觉，我想要飞到那马路。你不用那个，你其实你不用打那个大横，你知道是吧？我觉得刚飞的话，我刚才没打痕，因为他失控了，他失控了。那你试一下，试一下直飞，然后往左边偏一点。行啊行啊，只是他那个他那个上飞那边是沙那个土地嘛，然后他会那个。这边一定要那个，这边。哎，大姐给我他 GPS 啊，在这边。哎，这个可以飞到对面吗？你要很快啊！你看，这应该没办法，没办法吧？你到水里面。这没办法，没办法。太远了，太远了吧？阿迪哥，你要干嘛？你想干嘛？我想，除非你的计划就是直接飞过去，然后以后上岸，你懂吗？不然不可能。然后再换车。嗯。然后他就拿枪打你。没有，你飞过去至少有一段距离，他那个，他不知道。没掌握好，你这次没事要变废铁了。拉花，这台车感觉蛮硬的。没硬啊，硬邦邦啊。现在它转弯是不是 OK 啊？现在很多车都变硬邦邦的，不过它零件很容易坏掉。妈的，给我流血了！我零件还好。那你有没有吃瓜瓜？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讲？没瓜瓜。我有瓜瓜。马丁哥跟你要个呱呱，现在要有用吗？对不起，马丁哥。为什么你要跟我对不起？我有骂你吗？我没吃呱呱。我有骂你吗？你有骂我？马丁，你这时候应该要说啊，你不吃呱呱，我的问题吗？啊，加丑外扬了，也是加个油。之前您家处理好了，马丁哥，我等一下去睡一下，你们可以加大姐。你说金庸兵会很猛，是不是？嗯，感觉啦，我不知道啊。感觉等一下佣兵很白痴啊。怎么拿狙击枪？搞不好佣兵等一下会先打金头发。真假？那他肯定很不公平啊。哦，感觉今天佣兵很猛哦，哈。好猛啊！哈，很猛啊！有多猛啊！有多猛啊！我就看你有多猛。感觉最猛的那个，今天会第一个躺在地上。大姐 GPS 过了，马丁哥，哇操，飞那么高啊！
不是，现在轮胎不会掉，马丁就会开始发疯哦。再一个红绿灯了，轮胎不会掉才是我发挥实力的时候。这怎么摔在这？汉堡店呢？艾伦说要我等多久？一个 friend， 他们也缺一个 friend。你现在在跟我抢生意吧？哎，怎么样？打电话问一下那个里面的。哎，感觉幽冰没胆啊，亚历山大没有看。好好在实习生，你不讲。感觉幽冰。哎，不错哎，查理。大姐，黄色车子，幽冰在外面，不知道不自己干嘛。我是买这个开会。大姐，这个是下家的输赢。大姐，我没听到你声音啊。还柜台里面，知道吗？啊，我不用不用。战场哦，永远都听到打那个包包。你的 family A 嘛，哎，你帮马丁哥他们准备好。不是，可是我输赢啊。大姐在汉堡店里面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啊？带他去参加。现在怎么样？避而不见是不是？而且啊，我跟你说，妈，这个哈，我是大姐在汉堡店没有心理准备要跟他讲什么。桌上的交情啊，才找你的。基本上我不找摩托帮的。跟我们老大有仇、哦、对，我跟你老大就是小气鬼，不会觉得、欸、那我决定上车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先帮这个实习生安排好事情，我再看有没有缺在找你们。好好好 ，OK OK， 先找着来，先找着。我看到斯卡洛夫的椰子头啊，嗯，哪里？老爸，大姐是不是？你找谁啊？哇，你这个是长了菜花的老虎。什么菜花？长草的老虎。我知道，我知道了，妙花种子。对哦，你超美，漂亮。好，你还有，你跟这个还有谁啊？你看现在下午场，大家都在认亲，操你妈！大姐来啊，那我去旁边蹲一下。拜拜。你家大台在里边的。晚点呢、啊。你家大台在里边的。晚点。你家大姐也在里边的。晚点啊！大姐是谁？大姐是谁？先上车。大姐是谁？艾玛。那他妹妹啊？哦，对，我在当中打。哦，对，他妹妹。好啦，你们这边组一团，和好。不是、啊，也说不定他们不想去啊。你不要这样吧。可是我刚刚问大台，他说他暂时没有工作的邀约。怎么？我是六哥，我是他六哥。他是我弟弟哦，没有讲错啊？没事。谁是你哥哥？大姐要打吗？啊、他是你哥哥，还是你跟摩托帮有约？我讲错了，没有啊，我当然是你们为先啦、啊。你们不缺人，我才过去吧。你说他也是我的，我算正式也不算正式，他还没跟我签呢、啊，我就单打一万块钱就好。开车不要玩手机哦。我跟你讲，如果你被抓到，你去打那个任务，然后呢？没有跟他们讲，你有起床被发现，感觉会很惨啊，亚历山大。没有啦，我干嘛？我没有跟他们约哈。你给我，有道理。因为这是我讲的，先开始讲，OK。
什么？不要。你知道我们昨天？那我先走一下。哎。然后呢，这个一个女的问我混哪里，我说摩托帮的，我找大哥。那你就讲下一句话，我知道，我老大太深。对。你知道这句话是从我们这边弄出去的吗？真的。他说没有人，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出去，我们老大太深，我老大太深。传承了，传承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不然以后有事情搬进去他就可以了。对，搬进去他就可以了。找太深哥，找他就对了，什么事都推给他。真的没办法，就找太黑。对。就是我老大处理是。怎么样？你决定怎么样了？你们怎么还没出发？幽灵车，操你妈！马丁哥。等一下，不要那么急嘛。那里有一个人啊。大嫂，大嫂在吗？这边都男的、啊。在里面，在里面。哦，那、啊、你们要带大嫂去下午那个是不是？你要找大嫂去啊。我们目前带那个出色头发的了，我找个大嫂一起去。太阳哈。这个是我们新收的那个七妹。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查理布朗，是摩托的实习生。好妖哦！什么查理？查什么？查理不是查理布朗，又是你呀、啊！嗯，这个是捕食哥，这个是自带魔法的女人，这是大嫂的小弟，知道吗？好，你好。然后那个是马丁哥，查理布朗，带那个消防头的，那也是大嫂的小弟。好，嗯，这是自带火把的女人。哎呦，居然跑去摩托帮了！你要问那么多，你会怕？干，现在很乱，还要凑一咖，是不是？现在棒棒在比那个妹妹，哪个妹妹比较香的嘛？简单来说就是，他是我大嫂。是你大嫂？对，那我大哥是谁？你大哥是泰森嘛，是不是？嗯，就这么理解，就这么理解就好了。哦，还是还是，那我懂了。嗯，他又是谁？你找猴子啊，你找猴子。他是骑士配狗的老大啊。现在没有，应该会多人吧。李小生。现在不是，现在我退位，我给那个周小生。啊？你退位？耶、yeah ，他攻击那个。我那个城外的事情太烦躁了，我没事情处理事情了，没时间处理事情了，哎、欸，所以我先、哦、对。那我问一下、哦，你问一下。那个周小生他哥哥是现在变成他小弟啊？对对。所以他每天都在喷他啊，每天在。如果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那个我们老大就是说，你对老大是这种态度吗？嗯。然后就一直喷他互喷啊，没关系，反正现在就是，如果找其实Bego有事情处理的话，就是找周小生。那你怎么变合同了、啊？操你妈！啊！啊！我在帮我们老大打听情报啊。你要干什么？打听帮老大做些事情可以吧？对。你越来越奇怪了，越来越奇怪了。小生小妹。他现在是代理啊，他收到了，收到了。但我还是要叫他老大啊。我们在里面，我知道啊。我的伙伴在那里啊。纽约真的是要奇怪。不是的，反正就我们那个，这我们帮派内的事情而已。这来不及。我好久没见了。不但见成了，是不是？还没成呢，只是就是这几天很不舒服啊，就不洗的话，也不是也对啊，宁愿不起床了。不然你起来一下子就哎、欸，那个又要消毒了，那就算了吧。那大姐，没事搞啊，我先离开啦。连地盘都不可以打、啊，连赛车还一堆问题。哎、欸，大嫂，你没有跟他们去那个？都要疯了，很头痛。下午的、啊。全部黏在一起，我还会翻车，我就觉得怪怪的。你还有想在哪里？那里啊？不是一个吗？不是那个戴头盔那个吗？加他不是三个人。对啊。
是这个啊，這個、我很头痛。你知道上礼拜这礼拜有礼拜二记得有办一个，然后这个对吧？礼拜二对他肚子痛啊，大概一场战争的时间。办的我三场几乎都没有参加。怎么样？怎么样？谁？第二场是被顶一下就翻了啊。Hello 不是跟你的吗？开始都没有讲，就开始。我连参加都没参加、啊。你他妈的，你就自己鬼转再鬼转就好了，你干嘛猜？对啊。你到底在干嘛？对啊，叫多次。好了，没差了。Hello， 我也认识了。要是可以，要是我自己可以画，我就画给你看了。啊，加过来。然后我也看人家大嫂不开心了，还蛮开心。又帮我避一次哦。因为大嫂被那个蹦过没？刚不是讲了吗？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啊。没有，现在他跟你讲，你就知道啦。对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他晚上丢一个大哥，就会挨骂。那我要搬。骂就骂了。随便啦，对不对？随便啦。会走。随便啦。随便了，啊，不好吗？哦，我跟你讲哦，查理，马丁哥，上周马丁哥你进来，差点就是你的最后一天。我肚子好了，我肚子不会痛了。为什么你肚子又不会痛了？就突然不会痛了嘛。最后一个什么意思？要解散了？怎么样啦？出来也没有很猛的佣兵的，是不是？对呀、啊。啊，没有任务。所以嘞。我刚刚看到那个、啊。那个，你不是说大坛也在那边吗？怎么样，大姐怎么样？他妈的，你真是！还是你肚子去痛一下。我跟你讲，如果我等一下肚子去痛啊，我感觉啊，今天佣兵啊大概有七八个。啥？你这发？哦，还是有啦，人太多了。那怎么办？大姐去摩托吗？他们找到人了。问我们两个加起来三大，估计因为我车快烂掉。估计你们三个去啊，你们三个去啊。估计不行，估计我单飞。我单飞啦。我跟大姐双飞，跟杨洋的双飞。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啊？没有啊。怎么？有没有玩过 Overwatch 啊？查理有枪吗？大姐，我有点饿跟渴啊，你有没有吃的？哎呦！你干嘛？没有，手抽筋。哎，你坐的，喝的要坐哎。大姐，这人在汉堡店打工啊？马丁，我只能跟你说，纽约的帮派也奇怪了。怎么样？奇怪啊，没事啊，我现在强颜欢笑啊，我这整周都在强颜欢笑啊。我上礼拜到现在都在强颜欢笑啊，怎么？真的？真的？没事啊，有事情多就多来几根棒棒糖就结束了。越来越奇怪了、啊。不是啊，没有人的时候，人就互相互拉人，对不对？我当你佣兵，你当我佣兵，我们就互相抽插。反正佣兵的事情不关帮派事情嘛，对不对？哎呦，哎 ，check out， 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马丁哥现在怎么样？怎么连那个 KO1 都不见了？怎样了？这样我去跟大台好不好？欸、你在啊？大台，我看他在汉堡店很忙的样子、欸。为什么连大台都去汉堡店了 ？KO1 怎么了？不给钱、啊、给人家钱？好呀、啊，很早就过去了。是啊。等等，不是，反正我们不是你先出来，你先安慰这个后座这位老大，让他口语交给你了。但一切好谈，拜拜。我干嘛？在干嘛？哎、欸，小飞在里面嘞。我知道啊。我回家换一下。啊？你的小弟跟小妹怎么？哎哎哎！
东西有了，东西有了，还是我们就四个人去，他妈的不管了。我不知道坐飞机。会坐飞机吗？阿丁哥，我跟你讲，废话。阿丁哥，我蹲下来就会坐飞机，你四个来不会坐飞机啊？阿丁哥，你们三个去，你们三个去。妈的，你们三个去啊！操了妈，有个烦的。他妈的，车全部都不见了，都睡死了。喂，好啊，大姐你去找大台，大姐。汉堡在我，汉堡在我，不屌他们的，快快。过去你去找大台啊，我比较想要大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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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滚。到，操你！好，大姐走了。我没有枪啊。去拿，我也没枪啊，没枪、啊。这谁啊？没有。哦，没事，看起来很帅。走了，走了。去哪里？仓库。迷路啊！左转。我回家去。车是不是又坏了？还好，还好。要把 TTS 压一三大，我先拿。这都拿一把给我好了。啊？我都这都拿一把枪给我。好啊，我要试一把 TTI 啊。跟子弹三百发就好了。哎、欸，怪怪，我好像过重了。好，没事。你要意志器吗？哎、欸，随便。枪五百发子弹，一把枪五百发子弹。来，我先给枪。大姐，你自己拿配件。嗯？不是，哎、欸，是宝吗？啊，对。我给做啊！我刚给到谁啊？哎、欸，你有在翻枪柜、喔？我的枪，我的枪有那个一直起啊。我知道，可是他包不见了。不见了吗？我放好了，这把，这个，哎、欸。那我们还你们，那我还你们吧。哎、欸，不对啊！你的枪没有一直起啊。T 有一直起啊。没有，我有拔下来，那时候我拔下来。哦，你拔下来。我想说，可能会被收枪的时候，我就把它拔下来了。哦，我这里有三根抑制器。那你拿一根给我。他不用，他不是战术的啦，他用清醒的啦。我知道，我是清醒的，我是清醒的。一个那个枪，我在拿三百发子弹。过来。等一下。这里的枪还有什么三百发子弹、啊？嗯，过来一点，你过来一点。OK。还有嘞？我还。你还有一支气吗？我还有一个。不用，我还一把枪给你们。大姐，这个放进去。好，你没有拿好，我拿防弹背心喽。哦，我有。要帮我拿一下手术包，止血凝胶手术包。啊，我把饮料给人了，饮料给我一点。我这一个。我有。芬太迪。我没有芬太迪。两包。两包，给你，
亚历山大没有。黄丹耶，黄丹耶。我有黄丹耶。那、啊、先这样吧，我要喝的。喝的，喝的。紫雪，人家在下面啦。紫雪，人家在下面啦。我拿，我拿。无线电，无线电。多少？多少？30.84。喂，玻璃测试。都有吃呱呱吗？嗯。哎、欸，玻璃测试嘞，用这样，这样就会测到了。不是要跑，然后跳，然后有吧 ？No。我还没有大哥大，我还要买大哥大。要带娃娃吗？要啊，还没带啊。你去哪啊，大哥？上面。有三只啊，我们。好，拿一只，拿一只。我去吧，我拿吧，你拿吧。我拿吧，好啊。啊，瓶盖里面那个上面也有，你拿一下。我是没还没给扩大底，有我拿了，我拿了。哎，那谁没拿？都拿了。没有吧？马弟，你是没拿扩大底？我两包，我有两包。嗯？我觉得多利多只20几包就够了呗。嗯，够了。我刚有给你烟呢。你们还要买吗？去，再去买一只手机。哦，过头了。对，这也可以。主要要能够帅。敲换衣服了。那先去买一只啊。大姐有钱吗？没有，没钱。有，一只吗？两只。两只。两只也行。追着那台沙普特打。他妈的，等下到现场一堆沙普特，我跟他想了。你开一下，我神游一下。嗯。还要换衣服哎、欸。新款的手机啊，手机。哎，不对啊，他有手机，他怎么知道？他没有手机的话，什么意思？他怎么知道已经有那个了？怎么？啊？什么意思？还没有啊，还没吧？到底有啊，还是没有啊？还没有，要等呗，这样。穿什么？不要吧，估计他们可能会穿这一装。那我们两个 NBA， 我们两个 NBA 一下。NBA 吗？好久没有打球了。来啊！我没有 NBA。换一下。弄随便换一套像了，另一套不是有那个？哎，有那个嘞，范围出现了。就看一下，就看一下。
那你随便挑一套。你看到范哥范围了，可是现在箱子还没有出现，没看到箱子。哎、欸，有了，两个。哎、欸，有一只手机在那个、這個、在我身上，那个箱子在有一次哎、欸、在哪里啊？这面积是几号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公园。这个面积是几号？应该找一下。我先上车。哦，他说有一个在哪里？嗯，手套箱啊，我拿了。OK， 一个在大爷身上。标一下在哪？嗯，这个。现在子弹打得爆吗？嗯？什么东西？轮胎啊，子弹打得爆吗？废话。你有看过那个蝙蝠侠那个防弹车胎吗？怎么样？那很胖那个台车。是啊。那不开枪之后，那个台爆了，他可以自己打气回来。怎么讲？我按个按钮就补下。对，按个按钮就。好久没看蝙蝠侠，希望他可以出个2024年，然后2025年出一个新版蝙蝠侠。不要再出了，看腻了。乱讲。不知道那个 DC 描述的太黑暗了。反而没票房。蝙蝠侠就是、欸、就是长那样啊。哎、欸，你有看过蜘蛛侠、黎明曙光那一系列吗？没有。就是现在这个剧场版骗小孩版的上一代，就是比较偏向大的那个，那个才是经典啊。嗯、不是哦，它变成卡通，我就没什么兴趣了。但听说那蝙蝠侠动漫不错看，真假？还是你去看闪电侠影集？不行，我比较想要看那个极速 GT， 要不要看电影？要不要看电影？看了，怎么说？那个台北信义区维修，你说我要出国去看，我们要从纽约搭飞机到台北去看。那个纽约某个华人街吧，对不对？纽约大，大姐要不要看电影？好适合大姐，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想不想出国玩？什么东西？大姐想不想出国到台湾玩？有吧？对啊。下个月底啊，大姐。对啊，你可以找一下那个台湾有没有什么朋友啊？下个月底我生日嘞。你生日？是出国和新出国玩玩啊！你要花花吗？还是不要？我就30包，差不多了。嗯。你不要。有烟的。对，我有烟。月底生日，你几号生日？27啊。嗯。然后50好像是38号。9月30号，那、啊、怎么这么刚好啊？好了啦，该安排一下了吧？啊，达令，安排吧。对啊，安排一下。你不是，我感觉你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哎呀，听没人。可是，电红圈。现在大家都会下车了。多少鸡要给一只啊？我哪一只？给我。
手刀枪。哎，你有娃娃应该就可以直接解吧？你不用锁机吧？对吧？但是他看不到吧？看不到位置。我给你手机了，大哥。他妈一个人。哎，滑滑梯没事呢，旁边没人呢。哎呦，又杀小。我的沙发怎么会爆炸、啊？佣兵在街上。刚右边应该有一组。他们可能巷子里面会有人。Nice, nice. 计程车。哎，我们可以到高速公路看一下下面那个计程车那个位置有没有人。嗯，不要下车，高速公路不要下车，我们在上面看到。嗯，我们就看一下，看一眼。啊，是不是要喝的吗？后面有人。手术包要不要？不要，我有三包。那是孤狼是不是啊？是他孤狼还不是他？哪里有孤狼？刚那个像小的那个啊，你看这边那个魔术大空间。是的，前面的。对。出红是要跟我讲。出了，已经出了。你记一下，大概这边就是红圈的，这边就是红圈。哎、欸，干嘛？骑车，你怎样？你发疯哦，马丁！我看不到佣兵呢，看不到佣兵呢。有啦，他在草丛里面，他在草丛那边被干着，我打到。骑车，哈哈！我被打到，你被打到吗？我有啊。看想法是，我们可以左右后那个，然后有人过来站起来把他轰掉。不是草，佣兵在草丛里面哦。看起来要很久。别搞！是意外，是意外。跟你讲，我们有人在这边的话，我们会被打成筛子。哦，一个手提包在这里。他妈被打了两枪了，马丁。好痛啊！不要再闹了，不要再这样闹了。好，不要，我不闹，来看一眼啊，不会怎么样啊？你看一眼，你不是啊？你这样看我，老实说我看不到什么资讯啊。老实说，我看到啦，有一个，只有他妈的那个一样老，人家右边在里面呗。有一个手提包靠近路上，又没插，那个妈的。好吧，不闹了，去出大斧子，好吧。再爆胎就不能。哎，酒精包你去小商店了。安车。工具应该好。不啊，你走直接走道路过去就好了嘛你。这国家怎么说栅栏啊？沙普特变好开了，讲还行啊。桥也看不到资讯啊，他那个最好位置就在桥上。对啊，桥太远了。
桥上打很多人，然后我们用兵用马，我操，怎么有个罐车？我操，谁弄火爆？哪里？后面啊，右后啊。啊？右边不是一堆油罐车？那个没得开啊。本来没有啊，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有。那兵在里面。我就可以操这个佣兵的、欸，哪里会？就是那个溜滑梯，溜滑梯，溜滑梯。打前面那个，我车很躺。佣兵，佣兵，哎，别别别别，佣兵，佣兵，佣兵，两个。啊，佣兵怎么不打人？啊，就差打最右边那个，打最右边对，打最右边那个。到了，到了，到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右边那个，右边那个。狙狙狙！马上上车，马上上车，上车。右边，右边。哎，路上，路上，路上。射第一个，射第一个，中间，中间那个。打了，浪费子弹，走了，走了。来。左边放回来了，菜有兵，哎、欸，走走，你看你看，不要不要车，哇操！干、我刚没把他全带，没事没事，那玩意一定要打胎吗？不要这样吗？那、还好没飞到那油罐上面。飞下去就是。啊，去操作场。我觉得捡里面那一箱，也不要捡外面那一箱哎、右边逃出来了。但是我看到了。哎、欸，有台车子。真的有人，哎、有人，他们有点炮了，我说。他们打我。还剩十五分钟啊。我去捡里面那一箱，我们从我们可以从朝上翻下去，然后捡里面那一箱，我们不要捡外面那一箱。有有里面有变很多。没事，他们肯。抓时机看他们等外等外，他们往外面跑的时候，我们再压过去，或者是在上面跟他们堆死都可以。有人要进，有人要进。你看右前方有一个近一点的，在道路上，在道路上，前面点，在前面点，在前面点。有他们打右，他们打右边，他们打右下，可以下面可以下，可以下下下下。打右边，打右边，他们退了。打前面的。我打不下去。打这个他妈的，打这个他。啊，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翻墙了，翻墙了。打他他妈的！还没打，还没打。哎、往后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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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走。他们在那个中间，他们道路中间，他们道路中间，他们已经过去，已经过去。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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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道路中间。后面一台格伦戴尔前面讲。OK， 我看到，我看到，看到有萨布特，萨布特。车来了。过来，过来，过来。回车上吧。然后，上上上上上上上。这也不能。开那个把人救走。哎、拿这个，这前左前方这个箱子啊，卡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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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确认佣兵在哪里，确认佣兵在哪里，可能佣兵就清掉也不一定。先卡，先卡这个箱子。应该在草丛。后面还得杀五颗的这个。先卡一下，先卡一下。佣兵还有佣兵啊。哎、很痛很痛很痛！哎、他拿那个，
他拿那个穿甲的，他拿那个穿甲的，他拿那个穿甲的。By seven。对对对对对对对。很痛吗，大姐？他妈有个痛的。痛啊！哦。他只打我两枪，我都快没了。另外一台车。换台车。没空了，马丁，没空了，没空了。够了，够了。没空了，没空了。不行不行，这边要留着了。那我慢慢来，然后找一个方位前进啊。再不是，我觉得再上去是高速公路吧。好痛哦！他刚刚，哎呦，差点出事哎！还有13分钟。他谁啊？怎么有 Five Seven 啊？我有听蛮多帮派有一把还两把。啊？嗯。不把你说。可以拿到过一把，不用再讲了。哎、啊欸，那个娃娃机好像被拿走了。啊，可以打。可以下去啊。哎、欸，拿哎、欸，那个里面打那个里面的。哎、欸，佣兵掉下来，佣兵掉下来，打那个掉下来。打在掉下来。下来了，回上面。哎、欸，他们追，可以拿，帮王丁帮我掩护 ，cover。911。不行，打！还有右边那个，打一下掩护，放回来。打右边那个，打一个，他们打一个，回来一点，我穿个防雷，格伦带打一个哦。是的，看后面。我在哪？哎、欸，有一组沙漠过来了，在右边。靠腰，我好卡，我不行了，我的那个脑袋太延迟，马丁你拿一下。不行，往上，到对面，人大在我们右前，可能大概少一个人，他们少一个人，没事，我想把他们屠掉，他们可能在救人，跟我来，啊、在跑，他状态不好。有啊，把他救起来了。对，他在油罐那里。哎、欸，后面有人在拿，先看一下后面。啊，回来。对，911这个孤儿。马丁试一下，来试。右边草丛有人哦。敲他们。不行，我们右边马路上，右边马路上。打敲他们。后面有车。在哪呢？马丁是，直接是。站好一点。哦，
好，上上上上上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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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对对对对对对，帮大姐帮大姐帮大姐，大姐被打，大姐你要跳一下。狼人驾驶，狼人驾驶。发钻帽子五六十发，走走走，我去对面等，我去对面等。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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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下面的。八分钟了，八分钟。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八要打我们，八要打我们。他左边那个。我绕右边，我绕右边，我们打他。我有绕，我跟你绕，我跟你绕，打他，妈的！他倒，他倒，他倒，他倒。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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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箱子，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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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来了，左侧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是你是你是。等等等，我枪坏了，枪坏了，枪坏了，枪坏了。OK， 来86这里，86这里。上！别！你们打下面的路头，打下面路头，来下面。路口抢拿，路口抢拿。还拿。小心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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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这边到，这边到，帮我挡，帮我挡！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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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接，来对接，来对接！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我、哦、靠腰嘞！你娘！靠腰！我要到底要被四名车撞几次？不要，有人，有人，算了算了，有人啊。快跑，你跑啊，扁你啊。是啊，就看他扁不扁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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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救我，他想拿东西。谢谢骷髅救难。哎呦天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路驼。我这句话已经逃了、啊、白痴，我被四名车撞了啊，干
三十加枪法永不让人失望。要救就快点啊！看到看到。他要打到人吗？等一下，啊！我不是要跑，不是要。等一下，那个准心有点奇怪啊！我右边开扫，右边开扫了。哎，拿狙击枪是怎样？那个右边拿狙击枪是怎样？他一定是得到我的真传啊。他当他发现队友出事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不出事啊。白痴，这两团两个男的都倒了，剩女的活着，我快笑死。他妈的！潘某不要！谁要？你接着讲，你给我车子。哎，跟你换，跟你换，危险危险，佣兵过来！哎，怎么还有一个？草丛，他要想躲草丛。他妈的，什么东西嘛？跟你换，这是我们的车，你开的车是我们的车。我知道，你等一下吧。换一下啊！这不掏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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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打不打！换车。嗯，走得了吧，弟哥？试一下。奇怪，为什么感觉我没受伤啊？我应该蛮严重的、啊。那是佣兵吗？佣兵好像要把那个人聚集在一起的，哎、欸，这样还得有得救吗？我真别的，没办法。算了，他拿着很大一把枪啊。有嘞。嗯，怎么了？喂，哎、欸，嗯，刚怎么了？打我车！去医院接马丁。
他怎么突然晕倒了？怎么突然晕倒？我不知道，我被自行车撞啊。对啊。对啊。自行车撞。然后我是吸烟，然后可是忘记吸的时候上不了车子。然后开门，我第一次拉门，不知道为什么又上不去。然后拉第二次我就没拉。被车撞啊！我怎么知道啊？可能我对 local 不太好吧。傻眼了，刚刚把你跳车啊！那他怎么跳车啦？我怎么知道啊？他妈的，太搞！跳下车。然后看那个，不是啊，他跳车之后为什么不上车？他上不了车是不是？不是那边本来就不应该开过去。哦、怎么知道的、啊？你知道啊？笑死！哎，医院在哪里啊？啊，这边。你怎么跳车啦？被我刹住了，然后不然我的怎么讲？不然怎么讲？嗯，是有一个飞雷神感，然后我就跳车了。我就傻眼的看到你跳车那瞬间。你自己什么时候跳第一个？你自己下车的是吗？啊，你怎么躺了、啊？你被三个人扶啊？靠腰啊！你躺了之后，他妈就换我躺了、啊，废话。不啊，你不是啊？那你被屠之后，那个大姐一定会来接我啊，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又要掩护你们啊。我去比那个要拿箱子，结果不小心跳到车，然后跳到车，我的刮刮就剩三十片，然后被他打一下，我快笑死了，我整个傻眼了。啊，没事啊，归根究底，他被我这样吓一下，他箱子也没拿到，跑过来扁我，没事啊，我们还是撬了两组人各两个啊。哎呦，有敲到人就好、啊。那个格伦蛋上车被我敲破头。对啊，现在都抢超商。OK 啊。运钞车。现在已经哪里了？运钞这个车可以抢、啊。抢、啊、超商啊！看我秀，看我秀。我满劲开车。开得很有心得是不是？没有啊，轮胎不会掉，随便乱飞。回去哪里的车子啊？掉了吗？掉了。有道理吧？轮、嗯、胎不会掉，就可以更安心的飞翔了。嗯嗯，好像不是这里，马林那边。对对。把车拿去。还是你想开我再跑？不用吧？不是啊。那不对就好了吧？嗯。
你要看啊？要啊。你去停进车库。拉的时候拉的多少啊？刚开始拉了吧？哎，我脑回路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有，我说马丁吗？没有，我只有拿一次啊，我就直接摸到啦，拿了三分之一，我可以硬 A 啊，我可以硬 A 啊。你刚没有硬 A 吗？哎，等我。不了，行，我没现金了。什么要？你要直接去超商啊、喔？那么火爆、喔？啊，没有啊，去租车，然后接我们，然后去换衣服啦。然后想，我就不开我的车、啊。没关系啊，先换衣服再说、啊。换哪个？还要放枪？是我那时候，平板都摸完了。我平板都摸完了。哦，真的会压起来耶！每次停车咧都会往后一点点啊。买个衣服、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有什么新衣服吗？没有，摩托棒的新衣服。嗯。小睡一下。啊、他就死了，他不是活着吗？不是好好的吗？
什么？你听了什么？我看不到呢。我截图不要，等一下。靠近。手机很忙哦。七，开我那台 S 十五，开久之后我觉得这台好好开。机油白的。没有啊，没有它。上个车模还是跟狗一样。试一下，我试一下。哎呀，赛车不行啊，完了，出事了。哎，等等，这车不行啊。开的。啊？我这台车已经可以啊，你刚刚太慢了。好啊，确实啊，我那台车。好像有意义。没有啊，我可以从北往南跑的时候右转进来再飞，那我肯定反应没那么快啊。就是应该说这是逆行性路线的其中一招。哎、那个达林，我跟你讲，有时候我已经就一些路线，然后感觉没什么意义啊。但是我发现呢，好像其实啊，看你啊，受伤了，反正我觉得还蛮有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招。哦，马爹，我他妈的我要受伤了，他外抛了啊。嗯，继续讲。继续讲。就是有时候其实还蛮好用的，就警察包括程度就跟不上。啊，如果如果那边他头车没有飞到的话，他二车三车一定是飞不到，他们会撞在一起。因为他们要轮流过的话，但是有反应很快的，知道我要飞那边，所以那边就是地形性的其中一环。你们要不要再找一个大台支援一下？哇，去医院了，我受伤了。不是你这车他妈怎么会这样滑出去啊？不是，你不提早减速，那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很轻。不是，你提早减速就没事哦。我没有啊，跟我认知，我认知是，我想说可以弯得过去啊。嗯，那、啊、你，但你知道他会滑，你知道他会滑没？那、啊、你就提早减速没？
一直救我。怎么了？我朋友开车技术不错。技术不错 ，OK，、嗯、很棒，给他夸奖。然后我受伤了，对不对？对 ，OK。帮到他受伤了。真棒，真棒。对对对，我不敢锁那么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OK。你要看你要坐着还是躺着？啊，坐着了。可以。然后裤子帮我脱一下。裤子。嗯哼。太机械了。额头伤口有点深哈，帮你缝一下。OK。把局部麻醉留下针。OK， 开单喽。OK， 那个 PayPal 六八，可以喽。OK， 你们没有去看医生吗？喂，你没有受伤吗？那怎么没有 scar？ 对，好惨啊！医生，他妈的，就你呀、啊？怎样？快呀！那等下你救我，我救你，我救。这车头真他妈帅！哎，开个引擎盖我看一眼，看一个引擎，哇，好帅哦！引擎盖好帅，看完了。他打里面，按着 A 码，小妹在里面躺着，打人在医院啊，谢谢啊！加油！我去加油。酷犬在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我叫来帮忙的，然后里面那两个是我救回来的。对吧？那里面那两个是谁呀、
我不认识啊，一个金色长头发的，然后另外一个啊，你刚刚不是跟那个紫色头发一起吧？要对啊，所以我们要回去，他睡着了啊，睡着了，睡着了，嗯，因为他吃了很多土豆，然后睡着了。哦，嗯，长别的、欸，没有啦，没有啦，等一下就回来了，没有长，没有长。他、啊、那个紫色头发嘞？这头发，主要在问一样的问题啊。嗯，因为我们是不同人的。嗯，不同人。你刚有去吗，大嫂？没去啊。那两个人认识吗？不认识啊。等下就走出来了。我等拆石膏，大嫂。完了，我想出城了。你想干嘛？好、哦，没有事情做就想睡觉。不是，那怎样？没事。忽然好懒。啊？我跟你讲。想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啊。多新鲜。这样，感觉我现在脑袋外面在倾盆大雨啊！为什么？你的小妹在里面，等她出来啊！关心一下吧，等她出来啊！关心一下。干嘛？我直接冲进去整间。没有啦，她不在整间的。啊，她在哪里？手术。她没有手术啊，她好像看完整的。要是她等下突然嘎了怎么办？对不对？至少你进去还可以见最后一面。哎、欸，安卓这边啊。好。在这边。等顾子哥。好、啊，你为什么跟顾子在一起啊？你要哭泣哥、啊？对啊，没有一腿啊？没有，我两双腿。他三双、欸，两双，两双不，他三两双就已经对，两双是四只四条腿，对。我下辈子想要当一只狗，无忧无虑的。干嘛？你累了吗？没有啊。无忧无虑的吗？没有啊，狗也要跑、啊。你那个头是那个吗？退那个你发烧啊？退贴那个散热贴片。对，退烧贴，退烧贴。也不算信仰，就是，哎，那个先请你。怎么了？下床一下再走，我可以帮你帮。怎么了？没事啊。没有。哦。很久没看到你啊。要怎么讲？怎么看到我吗？对啊，我也很久没看到我们家人了。算是吧。你那很久没看到我，昨天才看到我而已。除了你。对。你哭不是就起来吗？谁？是吧？就是你哭啊。根本不知道，反正他只会传讯给你们吗？就是让你。是啊，他根本就没传过讯给我啊。就是啊，你有跟他说过早安吗？我那不是假药。我不会每个人都传的。但就对了嘛，那你就是你传给他之后，他传给你的吗？心里比较对啊，舒服一点而已，他不一定说是。那时候不在群组传早安就好了嘞，因为在群组传早安不会特别去看啊。会啊，你如果你在你醒着的话，你收到群组的讯息就会有了啊，就有通知、啊。不，但是像我如果起床，20:25好了，对不对？这样就有啊。对嘛，但是我睡着我就收不到了。没有啊，那你就是起床之后就是看一下那个啊手机今天的事情啊。
吗？老婆，你没事吗？哎呦，干嘛打病人啊？那个要打出去再打哈，如果你们在里面开打的话，我叫报警哦。艾玛，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那我带你出去吧。啊，我跟他走，我跟他走。你们家的，你们家的人呢？走啊，出去啊，出去啊，走。你们什么时候拆？把那个上次贴片撕下来？五点二十，五点二十，五点二十。这么久啊？拿那个推手梯，对啊。艾玛，怎么？手借我一下。借你手干嘛？借一下嘛。不行啦，不行啦，成年了，不行啦。这边五个人啦，打量给老多。啊？刚才说我要打庄人，对，啊，再找一个，五个啊，把大台我，大台那边五个，他庄人怎么五个？大台还要是睡的，大台庄人不是六个吗？五个啦，你睡觉啊？老头关机，这么鬼爪不是老大？对啊，以前庄人不是都六个吗？五个啦，五个啦，五个啦，一直都是五个啦，五个吗？五个，对啊，啦，你的第六个人在哪里？之前大姐之前不是我们三个加。二姐在加小卡吗？在加老大呢？第一次我哎，我第一次没去啊，你们去啊，忘记了吧？我给你们去啊，我没去啊。好像是都五个哎，好像真的是哎，真的啊，真的就五个啊。哎，是吧？没有，第一次是，哎，第一次我在吧？我有点忘了，还是第二？是六个，不要再争了，是六个。五个啦，六个啦，啊？哪里六个？我怎么印象中是五个？你说我肚子里有一个？老哥，你有去过吗？庄园不算，你刚才讨论庄园吗？你根本没去过吧？有庄园的时候你好像不在。你有去过吗？我你有去过吗？你有去过吗？是，我那啊，你讲一下，你讲一下流程，你讲流程。我还跟北河的跟不是金币哦，不是金币哦。对，外岛嘛。啊啊啊！啊，然后去哪里？去哪里？去里面有一个要说炸弹嘛，把那个门炸开嘛，对不对？然后有个大箱子，白色像冰箱嘛，哎，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佣兵嘛，然后会有火箭炮嘛。嗯，怎么一直印象中是五个？五个啊？五个啦？六个吧？五个啦？五个。印象中是六个呢，因为我这次当佣兵被抓去的。妈的，你不信我是不是啊，猪楼？大嫂说的五个，不要真的五个，这里就五个，不要讲，就五个。嗯，五个。打一下，这小弟真听话，这树龙真的听话。我不听话吗？听话。哦，这不听话就是小卡。妈的，昨天他爸气死我，干你娘！你在玩什么？真的是气死我了，昨天。给他你们，给你们，给了两瓶喝的，他妈的没有喝的。干嘛玩俄罗斯？然后说啊，大姐我渴死了，我渴死了。准是，哎，太超过了哦，库奇，太超过了。他有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又灌输你他的状况啊，大姐，你干嘛打我的人了？他一直在调戏我家小贝啊！我也常常调戏你家小弟啊。那 OK 啊。我跟他长得很像，你要先去。我让他睡着了一下，让他睡着一下。哦，他睡着了，好嘞。OK， 谢谢你。调戏一下怎么了吧？所以哭泣该说什么？受不了了。要说什么？他说他刚刚一出来就叫我家小妹老婆。老婆？嗯。这样啊？那边有大概五六。那个是无心的啦，那个就是，那个是故意叫的，他那个就是真的他妈的惹我。肉身气啊啊啊啊 ！OK， 嗯，看来是人的问题。嗯，
跟你讲，哎，酷奇，你刚卖招，我昨天也对那个墨西哥老师用过一次。这么忙、啊？对啊。怎么用啊？好碎呀、啊！哎、欸，不要闹事，不要闹事。嗯。不要闹事，不要闹事，不要闹事。那大姐，我叫你。哎、欸，小虎借我试一下。不是我。啊？是什么？你要站他正面，你要站他正面。不是背，要背后，要背后，要背后。背后啦，背后叫啊。不是，我有方法可以在这样谁敲到你背后，来，你来站过来。我不要，不要，不要。没有没有没有，来科技不要动，干嘛干嘛？觉得我要死了，能不能在我死之前完成我一个梦想？你说，我想牵你的手，敲他！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哇！还牵错了，你牵了你牵了你牵了，不是你的手，大姐，你干嘛牵我的手啊？我去。我牵错只手了。你基于你自己家大姐是不是啊？到底是哪里啊？啊！我带你去，带你去找新男朋友、啊。带你去纽约和巴黎。哎、欸，对啊，估计不要动，估计不要动。怎么样？怎么样？你过来一点。你牵好啊、哦。啊，我牵很好，怎么样？不是你。啊？为啥？不行的啦，不可以啊！大姐，大姐，快点，快点，大姐。不行啦，马丁哥、欸，搭不动。我可以小手拉小手啊，我们可以人形蜈蚣，快点！我听起来有点恶心啊，你看 gay， 不是啊，这两个人动作，那个你就没有手去牵前面的人的手了。哎妈！怎么那个？对呀、啊，是这样吗？什么？不是这样。这样是怎么样？不仅站着不要动哦。怎么样？你干嘛？你们干嘛？你们这样搞得我好紧张啊！你们到底要干嘛？马丁哥。啊，那个，等一下，等一下，那在干嘛？干多久？我这个比较特别一点，要酝酿是不是？忘记怎么那个，我快尿出来了。臭到什么肌肉啊，阿雷斯？那个。啊、你想要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是那个蹲下卡错的那种感觉。哦，好的哦。嘿，那台车你们的吗？对。等我看一下挪到这里。好，修车，我们去修车，我们去修车。是不是跟你们的肌肉不太一样啊？有可能有。嗯。不仅刚刚上车姿势有点奇怪。怎么了吗？我是大概5:25可以拆除啊。还有人波波嘞？没看过。啊？你们？怎么没看过？没看走了吗？没看过。啊？你们，其他人呢？对 ，A 马都没看过。他们出国，他们回老家一趟了。老家在哪？他们每个人家不一样啊。像波波他家在美国嘛。啊，小黑他家在俄罗斯嘛。哦。对啊，他们回老家一趟了。他不是说他是？哎、欸，他说他是美国人吗？对。
想听八卦？没有，没有八卦。那有九卦吗？有64卦。哎呦，那你干嘛推我？这么八卦干嘛？我们不是这种人啊。什么？八卦好听啊。那你讲讲你的九个女朋友的八卦。啊，九个女朋友八个是幻想出来的，一个是右手。没有，九个是的确有这个人。是谁啊？哎，一号是那个小雪。嘿。二号是院长。嘿。三号是车厂的老板。啊？这个。我不忍了、啊，这个我不忍了，这个真的是不忍了，这个我都不忍了。对对对，是说这里的吗？对啊，东方跟瑞奈都有啊。他说什么？他在讨论他的女朋友。都当年啊，当年啊，当年啊。然后还有那个炸鸡店的老板娘。等一下讲完，等一下讲完，等一下讲完。店老板当当中的、啊嗯。对，当当中的。还有汉堡店的老板娘。对，哈，哦，汉堡店老板娘你也有。对，然后布拉德那边有三个女的，都是啊。什么什么 U 什么那个热娜、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家那个雪的？你家有啊有啊，他说第一个，他是第一号，他坚决他要当一号。还有那个啊，你之前在加油站抱他又亲的那个啊？对对对对，谁啊？啊，什么安杰丽娜、那个、是吗？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啊。安杰林凯顿，为什么还记得他的名字啊？啊，我还是你刚刚有一推、啊。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就是穿球衣吗？大概就这九个啦。我不知道我那照片还在不在。就跟你讲，我要认真泡妞啊，是随便都可以泡到的。只是我波波呢？啊，波波是第几个？波波说要等我破处、啊。哦。你破了吗？啊，还有医院的美凤。还有美医院的美凤也有啊。医院的美凤啊。医院的美凤你也吃得下去啊？小飞没有，小飞是院长，院长有，他是过了。对呀、啊，全现在全部都是别人家的，成为别人的形状了，帮别人养老婆。没事啊，他最爱花钱。你怎么会学会这种词啊？下车，下下子啊，不是你们教坏我的、啊對對。对，下车还有下下子啊？好嘞。下车又是谁？那那个下车又是谁？那个妹妹啊。下车是谁？不认识，不认识。干嘛笑笑？大概就这几个、啊。还有玛丽亚菲特。玛丽亚菲特是妹妹。放屁！真的啦。还有安琪亚罗索。那也是妹妹。哎、欸，我手机拿不起来，我去小睡一下。还有夏优啊，夏优也有，他跟夏优怎么关系啊？他那时候花钱买快乐啊，怎么花钱买快乐？你花钱买快乐，你去嫖妓啊？啊，夏优是这种人啊？怎么讲那么难听啊？嗯、啊不然你花钱买快乐啊？他讲的啊，花钱买快乐，我是真的是花钱请他当他的一日女友这样、啊。对对。哼哼，他请你还是你请他？他都说花钱买快乐，一定是他请他。你他妈的又乱花钱！我、哎、那个、啊、大姐一个才200块，还可以啦。一个这么便宜哦？对啊。好吧，200块就算了。很早期的200块。很早。很早期的200块。哎，还好还好还好，我还有及时后退。我们好被砍了！哎呦、嗯，哇，大姐不行不行，那个不行！哎、不行不行，哎呦！他说什么？他说啊，他花早期的200块去买车的。他又没买到。
真假？买了多少个？现在要这样啊？对，大概一个游览车。现在不把玻璃修好，那为什么你还是出来？就是买的嘛，那是买快乐，又不是买跟我发生关系啊。就是买来那夸奖我的那一种啊。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买？那种发生关系，然后去认识波波就好了。啊，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跟他谈恋爱，然后才发。那你就肚子好饿啊！后面头被我爆头了。你拆石膏了吗？还没。啊，等一下拆石膏，顺便看一下。二十分，二十分。好痛啊，大姐。那个是谁的 Supra？ 哎，不是，那个是 L， 那个是 LCF， 那个墨西哥的。哦。有理他妈的，自己走去火堆痛吧！操。好饿哦，我肚子在咕噜咕噜叫了。啊，冥想一下，我现在肚子在跟我抗议。哦。一百块钱。我现在有几个选择，我想好了。哎，你说，如果我想要先想办法，就是看今天大家有谁醒的嘛？如果今天一样是我跟你跟大台，然后其他人都不见的话，那我打算把那个尼古跟娜塔变成下线。然后就是他们一样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们就不会有黑帮卡，懂吗？然后我们再去找新的人。啊，波波嘞？波波再看他意愿跟时间吧。啊。但我的方式还是会改，很简单。哎，这样的改。这样改，就是。我可能一定，我可能一个礼拜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内，我一定会叫你们去做我要的事情，然后我再去，然后可能其他时间就问你们要不要去想干嘛之类的。等一下，没关系啊，我现在饿得要命，然后你在那边吃得很开心，我也很饿啊。你把我们吃东西走来这里啊？啊，好了，做完了，OK。那你等我一下。啊，那你吃是不是？思考是什么？啊。哎，边思考边听我讲。如何？你讲，你不知道讲吗？啊，我想你没回，我想你没回应我。是这样啦，就是，你那天跟我讲的时候，我传达给他们。啊，其实他们呢，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们想法就是，就一样不，就是一样觉得太累嘛，
然后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最近的状你这阵子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们我们都一致的觉得就是我们都愿意等到就是你思考完，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出国旅游回老家看看家人之类的，然后休息个几天这样子。反正就是大家都很愿意等你。大大还在吗？然后等这个等。哎，我在啊，我在讲事情。在哪里？阳台。天台哦。大家都很愿意等这个彼得罗西重新开涨的时候啊。我可以拆石膏了吗，丁哥？啊，我好像也可以拆石膏啊，那么我去等一下再拆。然后其实就是我有大概去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他们是说就是比如说可能像我今天起床，我今天就是去想计划，然后去练习这个计划，因为像之前有时候你不在的时候，大台也会找我一起去就是练习计划，然后去跑去练车，练自己的车技之类的。那当然就是比如说可能像我今天他们就我觉得啊，我觉得他们大家自己都会找自己做嘛，我觉得我们可以偶尔的就是我可以一起约个，比如说可能约个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比如说可能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两个啦，可能像我跟音乐明天我们两个一起去干嘛，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各自的去想什么方法会让我们这个计划会更完美一点。嗯，对，然后就是他们的想法大概是像类似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其实你不用这么的累，因为像可能东西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可能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慢慢努力就好了。嗯，就是不要这么着急的想要让我们的帮派快点成长起来。嗯，就像那一个酒吧好了，那个酒吧我们也可以去慢慢的讨回来，就是不要这么着急的急着把它拿来，然后导致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要就是损失很多，然后变成我们必须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去赚钱或是就去筹备东西这样。嗯，对，然后就是反正总之他们请我带给你的话就是希望你就是不想要让你这么累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大家或是对你来说压力都很大。嗯，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真的酒吧被人家拿走了，我们可能真的被人家打倒了，但是我们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嘛，再慢慢爬回来就好了。真不愧是压力山大猎户啊。反正今天这样试看看啊，就先这样。那个尼古跟纳塔肯定会先我会再跟他们讲，等大家醒的时候。不过他们一定，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他们一定，我不知道啊，反正很奇怪啊。
我不知道，他们给我的，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尼古比较严重一点，那塔斯还好，就给我的感觉蛮奇怪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尼古是红猪吗？对啊。我跟你讲，这也好解决啊，送一台车给红猪啊，他一定很开心，然后就闭嘴。啊，可是他重点是他起床，啊，也是这个车啊。就是他妈的，他就很像是他没他虽然有前一阵子有去帮忙几次两次运钞车，啊，可是重点是他平常不起床啊，我就剩一台车子给他，你懂吗？我不想要就你懂吗？我不想要就是他不想要有点他伸手跟你要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希望他自己努力，我平常看不到你，然后我就要生一台车给你，你懂吗？懂啊，懂啊，懂啊。我知道你意思啊，马丁哥，马丁哥，干嘛？我快流血流死了，你可以载我去医院吗？去死一死啊！哇！还好这边是海。他应该有号召吗？还要去？哎，哭泣上来啊！哭泣那个去他们那去帮。去。哈！我也要去医院。我先带他去医院。怎么他嗝了是不是？你的要不要先去？要不要等下去处理一下你的车子？不是啊，其实换个角度想，我带着这些人，我就不能想着我的帮派要抢，你知道吗？我带着这些人，我就不能想着我帮派要抢啊。欸，然后我就找一个我们俄罗斯外援，最强外援。欸，谁？啊，他来了你就知道了。要枪有枪，要会开车。真的假的？真的。要钱有钱吗？要钱有钱，没有，他没钱。知道我找了谁吗？知道我找了谁吗？我问了谁吗？你们知道吗？想知道吗？布拉讲，你跟我说他要开车会开车，要开枪会开枪，不可能。猜一下是谁？是，那要枪，好像要车有车哦，好像也是啊。我说会开枪，要开枪会开枪，会开车，有车跟会开车差很多，好吗？
平常都三十分。三十分吃的，三十分喝的，是不是？对啊。啊。那你要去放东西。你最近一直被干，最近一直被蟑螂干食物啊，这样不太够。把枪给我。我忘记哪一把嘞，完了。你说 T T 吗？好燥，好燥，这背包我受不了了啊！来门口，来门口，出去外面。外面会好吗？会比较好啊。来，你给我个号码好不好？怎么样？想不想？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民调调查，海贼王是不是？江崎市八八大美，对对对，鲁夫，不是这个。我们在做一个那个民调调查，请问你们支持那个真人化吗？啊？海贼王真人化，真人化是一坨 shit。No, 还没播嘞，还没播嘞，还没播啊，我就给差评啦。我没有，我没有，差点被带走。鲁夫为什么会带那个？那个迷路头啊，他是樵夫，你们是樵夫，不是你们这样错了吧？应该是索隆先上船的，是要先索隆。我跟你说索隆没索隆好，我跟你还卡在船上了，他迷路了，他迷路了，他迷路了，他现在跑去七龙珠了。那我们只好先在那个香吉士出门的。哦，那你们，我跟你讲，你们去那个送货卡那边找一只乔巴这个位置来适合他的。哎，行，我们去民调一下，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个 T T 啊 ，T T 是几号啊？你们那是十几号啊？我这边有一个尾数是3698的，然后另一个是02019916的。大姐，你最近有看到小妹吗？有啊。昨天呢？老大，昨天没有。他我要找一下顾佳，干嘛？怎么了？因为那个就是我把病毒很多啊。我把一个东西借给他了。那你开我车，我说没枪的号码。OK。哦，来一把。因为亚历山大。我说我这边有一个尾数是3698的，然后另外一个是0916的，看一下哪个是你们的。好像0916的是你。我看一下 ，TT 吧 ，TT。OK， 你等我一下，老大你有锁门。好，我锁门。OK 啊，刚刚拿回来。3698是我们的。但我们枪好像不太够如果晚上真的要打的话，其实打地盘，讲真的啦，不用那么硬去打，我们直接去送货啊，跑那个走私啊，我们材料也都凑得出来啊。没有啊，我们去不是，抢到三万块很多呢，不是3万块，主要是他看大哥有没有睡醒吧。看大哥要不要去打啊？对啊，我是觉得，可是我还是要去先准备啊。哦，先去准备枪吧。你输了枪掉地板了。对啊，所以要买啊。我要买新的。没枪了，没枪了，家里没枪了。我掉那么多把。你多载我去可以吧？感觉有枪也没来，为什么、啊、我要跑进去？哦，又有车在里面。你们上礼拜那个要补的枪，你们有拿到吗？有没有？小刀啊，枪那些都没有。
把我丢到医院就走了。那里面啊，好像是去唱歌去。啊，你去找他们了。哎呀，去唱歌去唱歌一下。宝贝，宝贝，仓库。我们的仓库，那个货柜。欸，不知道我们的货柜，但我不知道路。哦，我们家旁边。等下要干嘛吗？我们要不要去搞一点事情？搞啥？我这边要 A 码呢。我等一下回家打网咖啊，六点。对啊，你们要去？大姐，这大姐要打网咖。那王大王打网咖的话，那 OK 啊。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东西？我自己一个打。我要先点。我要玩好玩的。我说你们要去忙，你们可以去啊。大家一个人好玩游戏哦，每天要玩。我可以回家，就是最近你也知道吧，最近。游戏蛮吸引我的。你要去被鬼追杀是？是吗？如果你要忙的话，我可以去啊。这是什么东西？你要被鬼追杀是不是？对啊对啊，我说如果你要忙的话，如果你们要忙的话，应该你要来。啊，我去。嗯。那庄园啊。哎、欸，应该不会，应该不是这样的。哦，啊，马丁要干什么、啊？五个人吗？他们达林要干嘛？我们。哎、欸，为什么手提箱？为什么手提袋会有个黑色手提袋？那是我的啊。啊，你的？啊，什么意思？从哪里来的？家里啊，真在家里。哦、我抢劫帝国赌场。你要抢劫帝国赌场？你会被里面的侍卫给轰烂吧？我想一下。那个帝国赌场啊，他不是有一个活动吗？是今天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有活动的话会发公告。东西还没弄，回家吧。那个不重要啊，再等一下。放喽，大姐你，我帮你。我要怎么把那个收到的影片传给你啊？车长什么的。调整只能叫本人传而已。哦，是哦。因为你估计刚刚传那个影片给我。那他里面怎么样？他说。他说他对你只有一个评语。嗯，去他妈逼的！啊，他什么？他刚录影片给我。嗯，然后在试车场，你刚拉他下车，然后他说：“艾玛，我对你的表哥亚历山大做一个评语，去他妈逼的！”
好像感觉。你想去是？那录影片呢？还是你要录影片？哎呀，不用录了。不用录了 ，OK。等一下有要干嘛吗？对的。好，林水，所以点个嘛？等下干嘛？超商这样。可以啊，可以啊。还是有运钞的材料。你要打给老头，老头又没有在。把暂停一下。干，我觉得我需要去带个鲨鱼耳朵呢。这样，我的那个脑回路啊，都很需要带的，不是鲨鱼耳朵，不是，老头没应急的靠腰，加超商再超商吧，哎，需要带的不是鲨鱼耳朵，等，为什么我不能开车？啊，你有发动引擎吗？我发不动引擎啊。不行，帮我顾一下车，我大睡一下，顺便戴个耳朵。我大睡一下啊。你说什么？我睡一下。OK。那我把台就过去啊，我要开 VPN 呢。去看我妹。拜拜，晚上打地盘的时候看可不可以开啊，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再见。